哦，问耶稣哦，哎，你给我很多东西哈，有一天我在朝拜圣殿，想一下，给回什么你好啊？糟糕，没有东西给，改天上天堂的时候，不是要去住阿达屋？惨哦，我不要阿达屋哎 ，OK， 我传教不收钱。那个 automatic 那个上 gear 那个整个会断掉也有，你看老到怎么样那个车啊？那个车啊，为什么那个 steering 会出来呢？那个螺丝啊坏了啊，好彩我们就是没有 accident 的。那个 water bandit 也很废哦，他弄到这样啊，他没有关系，他说放回去，用那个绳子绑住他回家了。你有没有试过这样的车？再加上那个转机那个东西啊，忽然间转下来。Rose， 你今天过后没认拿上来讲给我看呢，死不死？我吓得要命哦！我做阿贵以后，我不想结婚的哦，我没有想到的哦。我不羡慕的。我看到新娘啊，教堂结婚啊，有些人会羡慕哇，什么时候我穿新娘衣服啊？我从来不羡慕，从来不羡慕。不当那回事啊，就是奇怪的，不懂得想奇怪的哦。都是天主，都是天主天的意思啦。你有多好讲？就这样。没有人追求你吗？你这么漂亮，当年。很多人追我，我跟你讲过嘛，很多人追我。哦，有讲过啊，来讲来听一下。因为这个是阿姑的考验来的哦，很多人半途离队了。我很多人追我，追我的人有一个自杀，有一个神经病，真的，婚姻中很多。我爱情历史非常丰富啊，哎呦，真的。那时候我还在家，我十二岁就有人追了，追到二十岁，很多人追。我后来我就问神父，神父为什么我会这样的呢？他说这是一种过程哦，如果你不是这样，你很难站得稳嘛。你经过这种风风雨雨，你能站得稳？我真的才不要，烦死了！我说我那个才不要，我就是可能都是天意啦。我做阿姑，我很有兴趣的，我很有兴趣。虽然有经过好大困难，好多好多困难，不过我还是有兴趣的。我在这样的凳子上坐到，打壁虎啊，这样的凳子，又放这样凳子在上面，拿条棍子就，呵，掉下来。我一掉下去，耶稣救我，没有事情，爬起来。在门口又是，你看那边很多石头，我去拿信，那个信箱又破又掉下去了，隔壁的人看见了，快快跑过来，我讲没有事情，没有事情，一掉下去讲耶稣救我，又没有事情，又没有伤到，常常天主保佑。我们做什么不是为自己，你要先忘我。好像你努力做什么哦，目的是要让人家知道天主的爱，天主的慈悲。如果人家说你感谢你什么，你说不是你，是耶稣，感谢耶稣，耶稣用我帮助你，所以你这样了，你就不会骄傲。我的责任呢？是把你们带到和耶稣相遇，然后和耶稣结合，耶稣教你，我没有办法哈，把这个道理全部交给你。现在我的责任就是带你们，啊，带你们找到耶稣，带领你们走。我有癌症呐、我的胃四分割了三分呐、我这个家的围墙倒了，阿盖也来帮忙我，这些哦都是很严重的灾难哦。既然天主选中了我，他自然会照顾我的。我有一分力，我就尽一分啊，除非我爬不起来，我能够做得到的，我精神方面啊。没有问题啊，可以讲什么、哦？我的思路很清醒的，我说去了，啊，因为我之前说过，传教是没有退休两个字，除非年老了，痴呆了哦，没有办法，那就没得讲，不然的话，80岁也可以，
他是不是也可以去传教？因为这个是，传扬主的爱哦，这个是很荣幸的、很伟大的工作，能够做啊，那是我们的福气，是吗？那么能够使别人相信天主，你看这个这一份喜乐是很大的，比你中彩票头奖更高兴，是吗？就是我有时候常常想到天主要我们做什么，真的他给我们那种力量和我们给我们的爱啊安慰啊，好像能胜过所有的那种肮脏啦、不好啦、那种很辛苦的那个阶段啊，都可以了。所以每次我在想，人不是因为很健康或者是很本领、很有钱、很有地位，住得很舒服，他的心里就很快乐吧？所以我常想这一点，也许天主给我的健康没有这么好，人不是这么厉害，不是这样有本领，也是很好的，不会骄傲嘛，学习。不要等人家来教你做工，你先要自己去看要做什么，你要去做，不要等人家来教你，不要说他没有跟我讲，你要先去找他们，跟他们讲，不要等他们来跟你讲，因为我们的工作是应该先出去，不是等着人家来。我记得有一个神父说，我们可以用一个机会修德行或者是犯罪啊，我就想到这一点。假如我们看到神父的态度什么不好，我们生气，然后我们犯罪了。要是我们修德立功，就说我们去接受啊，哎呀，他是人嘛，免不了会这样啊，为他祈祷了，求耶稣来帮助他，就是一种啊，我们修德立功咯。所以，我就是每次在想这些办法，这些。能够看怎样能够行得通的啦，有时候分享啦，我说我们的教会，天主教教会虽然没有分裂出去，可是在里面呢已经分裂，很可惜的，里面分裂人家看不到呢，有慧眼的人就看到，有些人看到了就不管，有些人看到了也不知道怎么做，那么就整天不能成长，不能帮到教友，也人家在传教方面可以说很难。是啊，我的期望就是希望说大家多一点爱咯，多一点关怀，然后多一点去寻找吧。有时候我们可能又没有去找啊，我们要出气吧，有时候不是等在里面啊，我们开放一点，出去外面看一看那些教友，或者是有病的人、穷苦的人，这样子我相信这才是我们真正天主造我们人的使命，不是叫我们很会讲道理啊，很懂得很多很奥妙的东西啊，显奇迹啊什么，因为啊在圣经里面都讲，你可以显奇迹，你可以讲先知话，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，要是你没有爱啊，真的我认为啊真的是什么都没有，那个爱它可以联系到很多很多，有了爱啊可以克服很多问题，可以接受很多我们不喜欢的人啊、事情啊，什么都可以了。那个爱哦，它是在那边，牵连，好像连贯起来，是吗？我见到心再多一点，不要一直在那边认为说我很忙啊，我身体不好啊，我要管什么，我要做这么多事情啊，我们应该。去做我们能力能够做的，就是尽力去做就好了嘛。这样真正是为了耶稣，为了人哦来服务这样子，我认为没有什么遗憾，也没有什么不高兴啊。纵使是发生很多问题的话啦，也没有什么。
关系这样子哦，因为我们实在不是为了某个人、某个神父或者是某一般人，而是真正以自己的能力所有的哦，就跟人家分享和付出这样子就好了嘛。